想把那没有的创造，没有我做不到。失败成功，失败成功，失败我倒，我倒，我倒。站起来，我还是嘟嘟宝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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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脑袋里装满了奇妙，想把那没有的创造，没有我做不。就是你，你好厉害呀，这么危险都逃了出来，你是不是小宇宙爆发了一下下？你是怎么逃脱的？现在换你来追我了。然后他就转身跑了。不是的吧，这么有型。奇怪。是啊，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所以馆长叫人替我的班，让我来问问你该怎么办。那博物馆有没有丢什么呢？那倒没有，等我跑去报告馆长，馆长带着几个人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见了。听你的形容，好像是酒醉生事。这样吧，先让馆长增加点巡逻人员，我把手里的事情做完，就过去看看。那先这样，我先回去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几个人又回来了。不会吧。馆长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刚离开不久，那三个人又回来了，敲晕了一个保安。这次有丢什么东西吗？还好还好，重要的东西都没丢，只丢了几张赝品地图。赝品地图？是啊，打算下周展览的，所以就先做了几张假的，放在馆内做宣传的，没想到却被偷了。什么地图？我看看。传说中的藏宝图，据说这张地图还是杰克船长亲手绘制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就算是他亲手绘的，也不一定就真的有宝藏。是的，我们博物馆收藏它，也是看中了它的历史价值。奇怪了，难道他不知道偷走的是赝品吗？对哦，他们要假地图做什么？赝品地图的右下方明明写着是赝品的呀。可能他们不认识字吧。
你都看见什么了？真是太可怕，一个脸上裹着白布，好像木乃伊，另外两个戴着独眼眼罩，走起路来直挺挺的，像丧尸一样。卡卡都，他是不是脑袋被敲坏了？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？我听见他们说，他们是什么海盗三人组，要找到宝藏，光复海盗事业。我正要打电话通知馆长，他们就发现我了。快说，你听见什么了？快说！没有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耳朵有些背，听不清楚的。我视力也有问题，眼前的东西都看不清。好吧，我相信你的话，但是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一加一等于几？等于二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就是这样了。奇怪的行为举止和打扮，号称要寻找宝藏，光复海盗事业，却连自己偷了假地图都不知道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卡卡多，你打给谁呀？精神病医院。喂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几日你们那里有没有病人走失？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再吵今天就别想吃饭了。放出去！没有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员走失。放出去！我忙了，再见。他们怎么说？不是他们那里的，我得借你的地图一用。干什么用？引蛇出洞。来了来了，真的来了。你们谁登的这个告示？你为什么说我们的地图是假的？真的地图可以看出有个骷髅，你们的有吗？你可以看看我的。你的也没有啊，倒着看才能看到。真的有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到底在笑什么？把地图倒转过来，其实这样就行了。笨蛋都是倒立着看地图的。你说谁是笨蛋？真是。那你确实不如卡卡都聪明吗？谁说的？不然我们就按照告示上的说法来打个赌。你赌输了，就把真地图给我。你输了就要告诉我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好，谁赢了谁就是我们的老大，我们的海盗船长。好，那我们赌什么？赌我可以把这个玻璃杯变到楼下去。我保证它不会碎，而且你可以在上面做个记号，防止我掉包。好了，现在你们给我两分钟的时间。
你们的造型哪里做的呀？很酷哎！我们来玩海盗船长的游戏吧。好耶好耶！海盗船长，嘿咻嘿咻，彩虹娘娘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芭蕉树，嘿嘿，带我一起玩吧，带我一起玩吧。你骂我是笨蛋，我带你。你们可以进来啦。你下去拿上来看看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根据约定，我做得到就算我赢。既然你不服气，我再给你个机会。如果你要是能说出我是怎么做到的，就算你赢。你肯定是用绳子掉下去的。嘿嘿，你可以找找看呐。我认输了，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船长老大了。老大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老大，我们是从孤独医院的车上跑下来的。对啊，那个司机大哥可好玩了，还跟我们一起玩海盗船长呢。奇怪了，那为什么孤独医院说自己没有人员走失呢？我们是没人来的，放我们出去！闭嘴！难道是送去的路上就被调包了？医护人员根本就没见过他们几个。有这个可能耶。走，跟我去嘟嘟医院。老大，你还没告诉我们你怎么做到的呢？用长长的毛线穿上咖啡杯的把子。用双线悄悄地从窗子里放到地面，再放开一个头，把毛线收回，把收回的毛线卷成团，塞进帽子里面。化纤毛线很结实，提一个杯子不会断。我怎么没想到是帽子啊！我现在要去医院，你们呢？船长老大去哪，我们就去哪。那好，走吧。你好，我是侦探卡卡多。你好，你有什么事？这三个人是不是你们医院走失的？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有问题，但是不是我们这里的，我们这里没少人。那你们最近有新的病人送来吗？有的，前天新来了三个人，那几个人真是吵死了。放我们出去，放我们出去。那你能让我看看前些日子送来的三个病人吗？不过跟这几人比，他们应该还蛮正常的。那三个人是什么状况啊？那三个人也很奇怪的，一直说自己是被人骗来的，鬼喊鬼叫让放他们出去，又是抗议又是绝食的。看来这里面确实有问题。你们是谁啊？抓我干什么？你鬼鬼祟祟的在干嘛？司机大哥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司机大哥，我们再来玩海盗船长吧。什么海盗船长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会。你们找别人玩去，他们认错人了。你认识他吗？认识啊，他是我们这的司机啊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是要老实交代，还是要我说？他干什么坏事了吗？我什么坏事都没干，真的。你今天也不上班，来这里干嘛？你是来看看你做的坏事有没有败露的吧？快说！不要掐我！我说我招了。前两天我去酒吧喝酒的时候，不小心让他们三个逃走了。我害怕被人知道我喝酒误事，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。
允诺免费搭乘每个乘客。然后你就把这些乘客送到了精神病院，并且告诉医院工作人员，这些病人非常容易激动，而且胡言乱语，充满幻想。这样他们就算说出实情，医护人员也不会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。我们是病人啊，放我们出去。晕了，难怪那几个人唧唧歪歪的一直叫，而且不肯吃药呢。瞧你在拼命的喝酒，你这个家伙差点害死人了。我就是怕你会拧我，疼啊！我以后上班时候再也不喝酒了。我再帮你好好长长记性，免得你下次再犯。跟医护人员回医院吧，等你们治好了病，我再带着你们去探险。船长老大。站到船长老大的身后，船长老大送你们一程。准备出海。船长老大还有我呢。海盗船长，嘿咻嘿咻嘿咻。海盗船长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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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站啦。船长老大，我等你们。别拧我。海盗船长。没有我做